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五場三班1000米嘅短途賽事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咧，今日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喺外邊位置有足金啦，中間火燎定帶咗出嚟啦，再埋邊有常山鳳寶、內蘭超新鮮、最出好友星威，中間咧藍眼就星雲進爵啊，後啲嘅馬啦，仲有呢個奧妙繽紛啦、太陽海岸啦，再有多少中國動力喺呢個尾四啊，尾三咧就係嗰只四季星啊，尾二就係晴空萬里，暫時包尾咧就係嗰只百戰百勝嚟噶。好啦，過600啦，咁啊前面帶頭嘅馬咧就係呢只火燎定噶，咁啊再見到咧外邊位置好友星威啦，中間常山鳳寶、內蘭超新鮮啦，足金係大熱門嚟嘅，原來依家亦都喺前面個冧噶啦，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咧星雲進爵啊、奧妙繽紛嗰啲馬入精之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咁啊，見到內蘭火燎定啊，中間超新鮮開始過佢噶啦，咁啊再見到中檔咧，仲有常山鳳寶啦，咁啊埋邊位置星雲進爵嘅，外邊咧先見到有足金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超新鮮已經係脱穎而出噶啦，埋邊火燎定，中間星雲進爵啊，接近終點超新鮮贏啊，第二名嘅馬咧有火燎定啦、百戰百勝啦。星雲進爵啦，外邊咧仲有晴空萬里啊近嘅，咁啊結果呢只超新鮮，咁啊好似其他馬都跑得唔係咁好啊啲熱門，結果佢贏，火燎定第二啊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，超新鮮贏啊，4.5倍啊，最後有咪跑第二啊火燎定嘅，反而第三咧係咪都仲係星雲進爵啊？係啦，星雲進爵第三，第四咧就係嗰只晴空萬里啊，同埋入邊嗰只百戰百勝都追得好好啊，呢兩隻冷門都係。有啲睇頭啊！7、11、10，跟住就係8、7、11、18。輝哥就起馬啦！7、11、18。好，睇翻個巡邏影片啦，薛寶力嘅排個位都相當靚啦，一檔仲走啊！出咗嚟，咁啊打睇下有冇人快咯，咁啊哦火燎定你快啊，咁你見到啊薛寶力都 hold 翻住，其實呢個超新鮮我都見到啊，一步一步慢慢都收斂咧，而家係可以咁去追人噶啦，之前留到落後邊都咁追啦，哇足金啊慘啊呢度，沿途喺個大外搭，咁啊好有聲威都係噶啦，兩隻都。柴娃娃咁喺後面翻嚟，可以做嘅嘢都唔係好多噶啦。足金同我呢個好有勝威，反而呢個星雲進爵喎，佢又搶唔到，搏喺呢個位啊，又係嗰啲零零丁丁啊單頭位嚟嘅。想嘅，我相信佢啲事前都未估到自己都會喺呢個位嘅，咁但係追到上嚟咪算啦。睇下晴空萬里點樣表現啦，同埋百戰百勝包尾入直路嗰一隊嚟嘅，一隻喺入邊，一隻啊移出去，不做。前面嗰啲放頭馬其實就唔係好叻，你睇下後面嗰啲嘢，四季星其實都追翻好多嘅。分段時間頭段12秒55，第二段21秒61，末段23秒21，總時間57秒37。